我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我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宝力，它可以唤醒最高级德鲁伊隐藏的特殊能力。那一样是防护罩，基本倍速增加，近身移动速度、攻击力，所有士兵攻击距离、移动速度。对敌方的攻击力及致命攻击力大幅增加，让敌人变慢且降低命中度。召唤一只可感应透明士兵的老鹰哦，并增加老鹰的攻击速度及攻击距离。然后什么空气精灵的庇护境界线突破？诶，我没念错，空气精灵的庇护界线突破。在商店中也可降低次元的扭曲中的减少攻击距离的效果。好。然后什么每一名最高级精灵，最高级德鲁伊会增加500的古代的祝福。然后一样，星探碎片。目前。版本也是一天4个碎片，之后应该会变多啦。保利哪里？这边没有。哦，真的，50至20三个，然后就26还是27了嘛？哦，26至16一个。哦，目前一天可以拿到4个碎片，然后把士兵10只都进化完了。精灵，我先弄了4只，以免惨剧再次发生。其实第一只的时候弄10只好像比较省时间吗？可是就钻就要先花在那，我那时候刚好把那个钻石花光光了，剩一点点。10只搞定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啦。